很多看过武侠剧的人都幻想着自己要是能学会轻功水上漂就好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这门武功，但是外国却有一位牛人发明一种漂浮衣，让水上漂不再是幻想。那么穿上这件衣服，真的可以实现在水上行走吗？接下来就轩轩一起去看看吧。为了测试漂浮衣的效果，老外直接穿着它就来到了附近的小河边，一切准备就绪，二话不说就跳到了河里，下一秒简直惊掉了下巴。虽然不能真的在水上行走，但是漂浮在水面上还是没有问题的。不论他如何折腾，始终沉不下去。对此，不少网友调侃道：有了它，再也不用纠结到底先救谁了，大不了给妈妈和女友一人准备一套。那么问题来了，这件漂浮衣究竟有什么魔力呢？其实从外形上看，它跟我们平常的衣服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样式是丑了一点。随着小伙儿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红线在上面缠绕着，而红线的另一端就都是金属管子。轩轩感觉这些金属管应该就是能够让这个衣服在水里面漂浮起来的秘密了吧。紧接着老外再次跳入了薄薄的冰面上，结果意外了。虽然最后还是飘了起来，但是衣服里面进了不少水，这下可把老外冻坏了。看来这件漂浮衣还是有待改进啊。网友们，你能看出漂浮衣的原理吗？好了，本